台电公司的金句票选活动迈入第四个年头，将台电人的心声化为字句，由同仁票选出十大金句，已经成为台电特色企业活动。今年由中区施工处黄森亮创作的一盏灯一度电用心踏实，今日风那夜雨义不容辞，荣登第一名金句。起源于去年台风的时候，那我们那边因为杜鹃台风造成一个我们电力受损严重，那我是看到我们那个去营业处的同仁为了抢修，不能抢修，然后被民众误解说我们台电的那个工作效率缓慢，然后造成有一些伤害的行为。那这种行为对我们台电真的是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跟侮辱。这样透过简短的20个字，展现了台电对社会的责任跟义务，台电人无私无我、牺牲奉献的精神。而今年的第三名，来自台南的许芳华也抛砖引玉，捐出所得奖金，希望尽一己之力帮助0206地震受灾户。这次第三名的奖金呢是5000块，我也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个5000块捐给这次0206台南这个地震受灾户的那些灾民，帮助他们重建家园，这也是替台电尽一份心力。每年的台电金句都反映着公司上下集体同仁的感受，也可看出台电历年来的转变。从薄薄的一张金句祈福卡中，除了回顾过去一年的点滴，也展现了台电人肩负台湾光明与能量的使命。台电公司综合报道。